意问答。那师傅，什么样的情况下会导致魂魄离身呢？是不是成年人比小孩子不容易魂魄离身呢？那老年人呢？为什么连年龄段的人或什么特征的人回魂魄就不容易离身了呢？请师傅开示一下。魂魄离身嘛，就这个人胆小的人，魂魄也胆小的人很容易离身的。嗯，还有就是本身经常丢三落四的，思维不集中，反应过慢，啊，脑子思想老不集中，有灵性在身上的人，魂魄很容易离身嘛。嗯。哦，嗯嗯，好的好的，那师傅，谢谢师傅开始。